好焦哦，这个皮。
the order of the fighting's pretty interesting because that tamago in the middle is going to be your last piece. Sounds like the dessert. Well,你们，大红色的，不用吹吗？什么是什么冬阴功汤啊之类的，这个。Avocado 的 coconut， 然后 sesame， 龙眼茶，那一二三，哇，这个好厚啊！它牛肉果是甜的，但咖啡是很苦的，我喝到一股特别，这个很香油。哪个 coconut 吗？每个喝一口都会滴出去，好甜啊、哦，但是很浓郁。还没有，一个一个来。我，你也可能是牛果的关系。我是爱骂的，我是这两个就好了。刚刚问了三遍都没听懂是什么，这个馅儿有鸡蛋仔的味道。我们还以为这是个甜品，结果点上来，里面是猪肉末，有点黑暗。哦，有用猪肉的。
的腥味。不要录出来呀、啊！录出来这么长，好玩吗？我录了。好可爱啊，这个房间。真是紫薯。
哇，中间的是 crab， 然后里面有香。那您坚果应该是？啊，是坚果吧？对，感觉像巴旦木。这好硬啊，哪有？没有，我好哦，哇哦！它真的好酸的呀！谢谢你，谢谢你为组织做出的贡献。我的生日蛋糕，太可爱了。明天去野餐，先买一个猪蹄，再来买点越南的东西。买个这个包。哇塞，他们也有粽子，好大啊！感觉和手掌这么大。这就买这个，可能只能吃到门了哈。Which time you are getting? You are getting for just one drink.我们就在这儿吧，还能晒一点太阳，有点冷。他喜欢的奶奶。小兔兔。感觉一会儿这边有人会打排球，我们还能免费观看。拿来了吗？那个是拿，我好像听到火盆的叫声了。要跟他对视。Hello， 他这么凶的吗？还买了水果三明治，好饱满啊！这是芒果的吧？很久的零食。哦，草莓的。哦，奶茶的。是香蕉的。哦，看看绿色的来了吗？来了吗？美女。美女。哇，终于！哇哦，然后呢？这个直接取哦。哇！擦蜡烛，擦鼻孔。那，就是我和他一起吹蜡烛的意思吗？知道怎么切？还挺硬的哎。哇，好硬啊！它中间是啥？我们好残忍，这不是吃我吗？哇，把这个猪脸拿出来，猪头肉，这个是心脏的遭到了一些暴击。他得到了这个蛋糕，这个完整的蛋糕。嗯哼，还有这个彩图。绿豆和猪肉，今天的奶油还。
买辆钞票。嗯，Green Lake。嗯，来过。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们会看到吃的就跑过来？好吃的，这里面有一层牛肉果酱，辣辣的。我也来吃个海胆，它是这样拆开的，这边再拔掉。下去了，我们今天又坐轮渡了，去对面那个岛上。好大呀！啊，准备走一下，前面应该是一个养羊的地方，还有人打着伞在这走。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这都顶别人家好几个游泳池了。哦，好好看哦，这些树。天哪，这居然是某一个人的家里，太有钱了吧！哇。别人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，他只要知道很哦，这个房子好日式哦，
这是不会是什么日本花园他们家的？对对对，这好像是有个 Japanese Garden， 还真是 Japanese 的。对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要不要给你拍张照？我给你拍吧。嗯，这种日式的建筑里面配现代的家具，就好好看。然后看过来是这种景色。嗯。哇，他这真的是免费入住庄园。写日式的书。好了，到了，好像就是这个 building。这么大一片庄园，就这么一小个房子，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。这儿哦，天哪，这房子看过去就是一片海。一出去呢，这是一个进门的客厅，然后后面也是可以看到海的。我们走出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外面，绿树好可爱哦，像个 QQ 糖这个造型。旁边有个小瀑布，刷新我对有钱人的定义。这些鹅好会找地方栖息呀、啊！哎，这些都是鹅的粪。Oh, hi, that's Frankie. Your friend, Frankie. 这家都是 Berry 味的 ice cream。和你的指甲油好搭哦，对，好清爽啊，就还能吃到那个 blackberry 的滋味。这上面居然是玻璃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黑莓太大了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。哇，一堆人在这划船，for you, keeping all